阿弥陀佛。请问下法师，修精进学智慧，完成人间大智业，请问一下，如果智慧力不够的话，如何找到正确的方法？佛教里面有三种方法，来念一下：智力、佛力、法力。所谓智力，就是自己努力的方法，多念文殊菩萨。甚至那天我讲念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放光照着整个大海，这个海水洗自己跟洗众生，就把业障消除，开智慧，就叫智力。那佛力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念文殊菩萨、念阿弥陀佛、看经典啊，那你可以佛加持。那还有一个智力很重要，就是养成思维分析的习惯，要很冷静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有禅定跟思维分析事情的，也是可以开智慧。法力呢，护持修行人印经啊，帮助别人开智慧。那只要去做，只要去做。如果你不去做，每天求智慧也是有限。但是如果我们自我功德力有在努力，诸佛加持力也真实有去制造众生开智慧的助缘，那我们就比较容易。你刚刚讲了，开智慧，有智慧就没有烦恼，看清楚真相。好。